这个你随便，你也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了哈，你这个就照你自己的意思讲。那我现在只是先用我的话来讲而已哈，我的话来讲，撰写一个透过 OpenStreetMap Media Pipe 预测镜头侦测全身姿态，并以线段标示手臂、躯体、腿部，你也可以说大腿、小腿哈。啊，对，界面上显示每个界面这个夹角身体线段也要标示出来。来 ，Go。这件事情这一句话就是我跟我学生讲的。下面这件事情我学生做了两年。但是现在做多久？来，还不到一分钟哦，还不到一分钟哦，好，大概一分钟了哦。所以老师你就知道为什么黄仁勋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，因为以前我们城市设计师要花啊，我结束了，大概一分钟左右哦。啊，一样，我记得把这些韩式库哈，这次就不要为难人家，我自己就先安装好了哈，先安装好，安装好了，好来，我啥都没做，布置 ，Ctrl+A，Ctrl+V 贴上，好来，够了。按住，不好意思，好，来，啊，因为我这里的角度不够，老师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你可以帮我拿这样吗？就是啊，不，我挂在这里好，因为这里的空间比较够。哦，来，好来啊，不够，还是不够，老师借你的屏幕过来，好，拿这里好，你帮我对到我就对了，好，老师来，要靠头，好来，好，我看不到啊，来，深蹲。